感觉这皮肤也挺好用的，圣诞皮肤都挺好用的。我今晚下播之后我就不玩游戏了，我会睡个好觉的。我已经看透你了，他留个后手我就会不好意思了，我就会道歉了，你知道不？他不留后手我就不会道歉，我会愤怒了，我就会恼羞成怒了。能不能懂？做人得牛一些。哎呦，他居然不往前 QE 啊，这么稳健。明天几点播？明天八点播，每天都八点播。放心好了，我加班归加班，第二天肯定是不会迟到的。今天迟到了40分钟。他居然不逆我内圈，这个人好稳，有点过于稳健了。他怎么升二级？一个炮的兵经验这么低吗？他怎么升三级？他没有带疾跑的，并不想能打得过。不是很怕，还没带疾跑的。你那啥的，人家不对的。你看，我是说的比较高，比较深意，你知道吧？不是说人家不对，是人家该如果给我留一线，我就会主动道歉，能懂吗？我后续冷静下来，我就会主动道歉的意思，不是人家不对的意思，能不能懂？就我承认我急了上头骂别人是我的错，但是如果别人给我留一线，那么我冷静下来，我就会道歉，能不能懂？包括我现在，我也觉得是我做急了，能不能懂？并不是说我做的对，别人做的不对，而是情绪上头，谁都会有这种犯病的时候，很正常。他没能理解我情绪上头，你知道吧？挺正常的。我来抓。你玩游戏一直输，被人一直搞，说出一点极端的话很正常，你知道吗？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他，你知道吧？要换位思考的，他就是没做到换位思考我们，懂吗？这大伙就没必要说他了，他做的没错的，好吧，他做的没错的，是我错在先的，只是他没理解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导致悲剧发生了，是这样的。这我肯定无所谓，我一个当主播的心理承受能力肯定强。抓不到呀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，没技能了。不好配合你，这个意义比较深，比较深，你很难读得懂，我只能说，这个比较难读得懂。必须不计代价。错了呀，你没放到我后面，我后来急了之后，我就不会干这种类似的事了嘛。有时候做错了之后，才能长教训。我后面急了之后，我也不会做这种事了，很正常的。我现在很少干这种事，急了之后给破大骂嘛。我也最多就骂这帮人图胜，玩游戏恶心我，对吧？也没有攻击什么有的没的了，很正常的。不能跟他打不过他，你下一步就打。他这样跟我打其实有点不划算的。我操，别！哎呦，他这怎么捡的这么痛，不掉血的呀？不然我这么感觉能赢的。
我带个火就能赢了，闪电换成火我就能赢。他这个有点强势了，有点难搞，没办法，崩了呀！我操！完了呀！这稳半天，结果没崩住哎，都怪那皎月一直要帮我，搞得我配合他都玩不太明白了。说真的，为什么要喷三桂？我没有真正的骂他，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身攻击他，只是说他玩得很菜，懂不懂？游戏行为。我这波不菜的，我这波实战很超前的，我这波，但就是数值跟不上。皎月要是关键点出现的话就好了，他来了几波都不关键，不关键没办法。那够吗？那不够呀。会有会有，真的假的？六套 C 这么快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认可你了，这波帮我确实认可你。关键时候来一波还挺舒服。他前面来了两三波，确实没什么用，你知道吗？这波打完我直接复活了呀。顶级。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，战利品归战胜者。买个经验。合体的女士会采用许多手段。确实顶级。谢谢是一直白给了君君的三张慢卡，谢谢谢谢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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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波好像打不了呀，这波能打吗？看下这个就好了。那不少灵幻视还行，看到你妈灵幻视啊！为什么四打四能打出个灵幻视呢？哎，我怎么两个针眼呢？我操，买多了，没注意有两个针眼呢。是我点快了吗？嗯，应该是我点快了吧。没事，拿理财无所谓的，理财就完了。因为有些人说我好抓，我多买点。这波等个一千一再回家吧，等一千一再回家，玩不过的。A 加不灭。没有果子吃了。没有好果子吃。适者生存，秩序因我而存在。你的尝试没有意义。认喽。还行吧，把这个卖了吧。哎，不然走，我觉得没有走的必要。我觉得，我队友在旁边，我怕个奶。这不走人家吃塔皮的呀，我抓不到了。我发现我手感起来了，我现在吃饭也玩的很有手法，动不动就 AS 拉扯这种之类的，很顶级我感觉。没有没有，上单前期不买那么多针眼，很奇怪，就是很奇怪，点快了而已。好的，别尬死，就是点快了。我一般都不买针眼的，我那买两个针眼只能是失误了。但是并没有理财还是可以的。这我能买两个针眼只能是失误的，我这种选手买一个针眼都已经是逆天了。
社会需要规范。我经营还以作为理由，一位永远不会动脏手的女士，你在还手吗？A 是马尔顿之后往旁边走就好了，我登山的话就随便打。我要你在哪里，你就在哪里。好吧，评价一下，评价一下主播的拉扯吧。这么晚呢，大伙没睡的评价一下，觉得麻烦的扣个六就行了，好吧。那就靠你了，报仇吧，报不了仇，快点。哎呦，这能换掉一个呀，这么厉害，降子杀吗？这么狠的。新爱这英雄不会抖，他就玩不了。这英雄不会抖，就不能玩这个英雄。一定要会抖，因为这英雄手太短，他的平 A 距离只有125码，所以必须要多抖一抖，让别人想打你红时被你反打就好了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我觉得新爱玩的还挺自信的。玩花了没办法，玩起手感来确实上头了，但也无所谓了，这把游戏碾压局了，已经随便赢了，那波先锋团就已经拿下了。灰子他那个没办法，他那个僵尸了，有点灰子有点偏僵尸了，但他上的时机把握的挺准的。把送了三个人头，四个头送了三个，有点狂了，有点。野心需要事实的约束。对面还不投，对面投了我就再玩一把。还不投，这种局你告诉我别送包赢，这种局还需要你说吗？不是，对面好像有点极端的，对面有点极端的，不让我玩游戏的。对面好像不让我玩了呀，对面一直来，你来我就不会死了，对面要搞我怎么办？坏了，现在有点问题。不是，对面来你不来，你说我送，对面无脑抓我呀，算了，不当了，没想到是把你压下去，结果变成突破口了，算了，不打了。
这边不跟我玩一v一的没办法，这种碾压局他们不找，他们就找我办法，那我是确实我没办法。距离不够呀，距离够能移过去。玩游戏不能这样玩，这样玩只能是碾压局，但现在已经不是碾压局，这样玩要被当突破口。不打了呗，那就不打了，维持不玩了，现在还不是亡羊补牢，还可以玩一玩。算了吧算了，我不想浪了，我要稳一点。那个上场有点高了，不能跟他们打，再跟他们打要记了。确实一抓一死，没办法，那就不抓，那就不死就好。想不会抓死也挺简单的，这游戏不一定会被抓死。我操，他好像难顶。哎呦，救不下来呀，没办法。青睐没有 Q 的，没有伤害的。学会了不？但这玩意好碍眼，这玩意太碍眼了，这波浪剑太碍眼了，不然我这真的就随便一点。不是你别卖我呀，牛。牛哥，我先溜了，牛哥，我得卖你了，我比较值钱。不是你什么成分，你这故意不救我可还行，这人故意不救我，他打不动人，打得过吗？感觉应该打不过，等等我的 AD 战斗之王。完了呀，对面好针对呀，对面。哎，我进闯入门是不是还打不到哎？我突然忘了这个东西了，我感觉我进闯入门还打不到我的，我有点神志不清的，有点该进这个门的。这个进这个门他打不到我的，这是不可选取的，搞忘记了，记性有点差了。这把有点大意的，没想到对面这么阴险，这种局都找我麻烦。那这个 B 就好，这个 B 死了他们就没作用，他们就活不了，但是输不了，已经拿下了。这把我也是大意的，不然我不可能这么玩，对面搞我是没想到。是两个红 buff 呀，拿块表打团，开对面阿克上输不了，阿克上被开到对面只能记了。我们都有底线，而我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。再把打完歇了吧，打完这把差不多了，都已经六点半了，打完这把。
我怎么看不到你？我这边没有情况。黑不到的。